入住新房、搬家，七件习俗规定要遵守。一、选择吉日。牵涉新居，最重要的就是挑选吉日。一般搬家宜选择一马日、三合日、黄道日、成日等时间。比如一些民俗忌日、黑道日、破日、拜日等是凶日，不宜搬家。另外，若是这日与家人的生肖相冲，也是不宜选择的。二、日落之前。搬家当天入住新宅的时间最好是在早上，也可以是中午，但是一定要赶在下午日落之前，尽量避免夜间进入新宅，否则有早出晚归、日夜操劳的不利寓意。三、不可空手。搬家的那一天，第一次走进新房的时候，切不可空手入新屋，手上一定拿一些贵重物品或生活用品，可以选择装米的桶子，寓意衣食无忧，也可抱着被子，象征生活安稳，或是拿着存折、银行卡，象征一路财运跟着入住新家。四、用新枕头。搬家也叫入伙，是人气场的转移，因此需要枕头先入伙，按照家人的数量启用新的枕头开门入宅，按照个人的床位分别摆放，象征着从头开启新生活。五、孕妇回避。孕妇无论是从自身身体状况还是气场来说，都不宜参加整个搬家过程。家里有孕妇的话，搬家当天可让孕妇回娘家或是婆家休息，等到搬家完成，有人在新家里住过几日后，孕妇再搬入新家。六、炉灶烧水。搬入新家后，一定要用炉灶烧壶开水，开启水龙头要细水慢流，因为细水长流寓意财源滚滚、盘满钵满之意，使用炉灶意为往后生活红红火火。七、常邀朋客。搬了新家之后，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如果搬家当天太忙，可在一周内选个日子请客，因为家里人气越旺，越容易提升主人运势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要多说吉祥话，切不可发生争吵或是生气。